你们猜刚刚在哪里？我突然发现这里面有动静，这里面真的有动静，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，还不知道。你们给我欣赏一下这里面看，看吧，有动静。 里面好像有猫，好像是。这里面藏了只猫，这猫是谁呀？你抽出来，谁家的猫？嘿，抓走了！你怎么不怕呢？这个猫太可怕了，什么都不怕。 你不出来是吧？你在里面待着是吧？那不管你了啊！给里面闷死你行不行？快出来！为了吃不要命是吧？你不要命了是吧？出来！嘿嘿嘿！快出来呀！大咪来了，快！大咪来咬你来了，快点！ 你这是大米咬你的了啊！你还不出来是吧？你们很香是吧？让弟走吧。哎，他既然不想出来，把弟走得了。没办法，他不出来。